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仪征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何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2021扬州世园会的所在地啊。而在今天呢，也正在进行的是倒计时100天的活动。哎，你们可以看我手上，刚刚就可以看到吧，两个可爱的娃娃，你们猜猜看是什么？我相信已经有网友猜到了，它就是我们2021扬州世园会的吉祥物，叫做康康和乐乐，是不是非常可爱呢？哎，那么康康乐乐的设计理念有哪些啊？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了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夏涛老师，那我们有请夏涛老师。那也先请您和我们的广大网友们打声招呼。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哎，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可爱的娃娃，也给您一个。哎，它的那个设计理念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的娃娃设计的话，其实我们运用了传统民俗的纹饰，还有大运河和我们芍药的一些扬州元素融入进去，然后整个娃娃的话，就是表达了我们就是世园会的绿色城市、健康生活的，就是办会主题。同时，我们的娃娃两个合力起来也是。预示着要建设好，我们美丽健康中国扬州样板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哦，那我听您的介绍，那我大概也知道我们的会徽是不是以扬州的双十花、芍药花和琼花的？是的，就是我们的会徽的话，其实也是用了我们的双十花，就是琼花和芍药。然后琼花的话，是我们1985年就是被评选为我们扬州的一个市花的，然后。2005年征选为我们扬州的市花，然后整个芍药开花的时候，花色就是洁白如玉，然后表现的比较高洁，就是整个的话，而且它有八片花瓣，就是围绕的中心，就是整个很洁白如玉的这种扬州的市花，扬州的形象很清洁，对，很高雅，对，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个就是。高雅的一个扬州的文化，然后芍药的话也是非对我们扬州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汉代的时候，扬州的芍药和我们洛阳的牡丹是齐名的。然后整个我们扬州就是琼花和芍药的话，就是以芍药，就是我们想我们扬州也有那个芍药园嘛，也是名闻，很多人都是过来旅游的。您打卡过吗？也打卡过，就是整个我们的芍药和就是琼花，然后组合起来，预示着我们要办好这次世园会。那听了您的介绍啊，我们这次的世园会是有着很多的扬州的本土元素。那么此次的世园会选址在扬州，那它的是为什么选址在扬州？那它的整体规划是什么样？我也看到了，我们这边有这个鸟瞰图啊，您可以看一看。的话，你也可以看出来，整个还是以基本上是以绿色生态为我们的整个主题的。然后整个片区的话，就是分为东西两部分，就是西片区的话，还是以我们第十届江苏园林博览会为基础来改造的，然后是120公顷。然后东片区的话是本次新建的一个区域，然后总面积是110公顷。然后整个我们规划的结构是遵循了一个。就是一轴两脉，然后五中心和八片区的一个总体结构。一轴的话，主要是我们南北向的贯穿整个园区的一个南北向的中，我们的南部景观区、中心湖景观区，还有一个北路口景观区。然后两脉的话，就是以我们的整个沿水岸的滨水漫步休闲游憩线，还有。整个我们道路的游戏系统就是贯穿了我们江苏园艺展区，还有国内园艺展区和国际园艺展区三部分的一个就是陆地的一个主游线来形成的两脉。就是五中心的话，是以我们扬州世园会的两个现状的原野园和我们的碧云村两个现有的中心，还有我们原来的主场馆作为中国馆，那就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对吗？是的。然后还有在世园会的新建区域，将要新建两个就是主要的场馆，包括国际馆和下面的演艺馆，共同构成了整个园区的五大核心。是。然后八片区的话，就是主要是五大片区，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新建区域。
包括我们的国内入口景观区，还有国内园艺展区和国际园艺展区，还有北片两个的，一个是生活园艺展区和企业展区。对，然后在就是现状保留部分，我们还保留了就是13个地市的江苏园艺展区和边缘的生态休闲区和林荫油气区。哦，那听了你刚刚说的这个8个片区，那我们是不是各地的展园也是各有特色呢？那还挺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哎，我看到这个厦门园啊，那说到厦门，我真的是感觉到一股温柔的海风迎面吹来，虽然今天的有些寒冷，吹在脸上是寒冷的风，但是我们的厦门园一听啊，就是那种很温柔的。那我们厦门园有什么特色呢？对，厦门园的话，其实当时做的时候也是集中就是展现了厦门的整个的它闽南园林的一个风貌，就是以传统园林和我们现代园艺的手法来展现新闽南的一种风格。然后整体你看到了，就是红墙是很有厦门特色的一个特点。然后而且在整个园区里面也会到时候会恢复旧厦门八景的太平石校这个景观风貌，而且到时候在厦门园里面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市花三角梅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植物品种来进行展现。那我相信到时候去打卡厦门园一定会感受到厦门浓浓的这种温柔的气息啊。哎，太原是一座古城，哎，那我们如何将这个1500年的古城的风貌展现给我们游客呢？太原的话就大你建成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一座古城，然后整个我们的风格的话也是用太原的一个它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风貌。你看路口的一个牌坊，整个路口牌坊就是路口牌坊就这个，就是整个就是展现了就是以我们木结构的这种材料来搭建了极具我们太原风貌的这种建筑的一个形式。然后内部油线的话也是通过亭廊水榭等串联起来我们整个的一个油线系统，就是还是主要是以我们的北方园林和山水风貌为主的一个造园特色。那还是有着我们这种北方特色的园林啊。是的。哎，那我们现在到国际展园，那说到罗马，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罗马假日》，那这个我们罗马园有什么关联吗？和其中这次的罗马园的话其实和罗马假日这种就是有些区别，它主要还是以我们现代罗马的一些比较生态和绿色的现代城市建设理念来体现的，但是整体的布局的话还是以我们欧洲园林的这种中轴线对称布局的这种形式，还有摩纹花坛的一种形式来进行布置。然后整个的话这次罗马园主要是体现的一些元素，主要是一些如我们的葡萄藤和葡萄酒这些文化，还有都市农田这一类比较现代的这种园艺展示，还有我们的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等等设计元素融入进去的。那也是以现代的园艺手法来展示我们的罗马了。是的。哎，那我其实之前旅游的时候去过日本东京，那福冈没有去过，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吗？福冈的话其实是日本的第3大城市，它其实仅次于我们的东京和大阪。然后这次福冈的话就是体现福冈自己城市的特色可能比较少，它还是主要体现的是我们日本园林的一个特色。然后你看它整个的展园的区域主要是展现了日本的枯山水，就是枯山水是日本园林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基本上能够看到使用白沙作为整个场地的基底，然后通过精致的制石来打造这种较为有意境的这种景观场景。你看日本园里面就是同时它还通过一些我们就是一些小的花波啊灯具啊这种日本园林的这种元素来烘托整个场地的一个氛围。那还是国外展园各有特色。哎，那我们现在国外展园的进度啊，因为前期也是受到疫情影响，那想问问您我们现在的国外展园的进度如何了呢？现在国外的展园的话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快的，基本上已经大的大乔木都已经进去了，然后
然后小的话就是卖的话就是还在加进度，争取在试运营前进行一个进行一个就是完善。其实国外载员的话其实延误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原来国外载员的区域的话基本上都是国外设计师设计，然后国外的工程师指导实施，但国外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都不能来到现场，所以说仅做了一个前期的一个策划的工作，然后由国内的设计师来进行一个完善，然后由国内的工匠来进行一个完成，所以说耽误了大部分的这样的时间。所以说这次开采就是这种改进度的就是在改工期吗？对，改工期的就是，所以说主要还是针对国外展员这一部分。那我们现在今天也是倒计时100天活动啊，那我们也知道，那肯定我们世园会的建设已经进入冲刺期了，那我们整体的园林各方面的进度如何呢？整体的话我们看到场地，就是整个的话我们大的一个基底和构筑物建筑物还有大量的乔木其实上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现在还有就是在完善的是一些交接区域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花草植被这一类的在进行一个优化。那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到，您也感觉到今天天气非常寒冷啊，现在冬天，那对于绿植栽培这块是不是有些难度呢？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在我们的就是工人在现场的时候，一边要在改工期，还有一部分就是要保证植物的就是防冻，就是要进行这些措施的维护，比如说一些就是不耐冻的，然后木质化比较少的这种花冠木要进行一个维护和保养，就是要以防它冻伤。听了您的介绍，那我们也是知道啊，虽然有些难度，但是整个园林基本上的是可控的。那我们你看这么大的园子，各个园子都很有特色，那我们到展览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些园林有什么样的发挥，如何发挥我们这个世园会的效应，那后期的运营规划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对，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就是本次世园会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前每次举办这样大型的活动，就在后期游客就骤降，然后而且政府得大量的投入这种维修保养的费用也极大，就是作为怎样后期来利用这些载源其实是一大难题。然后这次是在我们的枣林湾还有宜正或者扬州的主导下，就是引入把前期就把我们的就是后期运营单位引入进来，就是在考虑规划的同时已经把运营单位的一些诉求融入进来，然后保证了就是我们的前期运营和后期运营能够完美的结合起来，来减少整个项目的一个损失。那就是听了您的介绍，我也是对基本方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也谢谢您，谢谢夏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世园会啊，我对这方面有了大概的了解，那我们整个园林的方面呢也是基本可控的，我也知道了我们是节碳环保呢，节约半园。那同时呢，我相信我们的世园会也会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打卡目的地，也欢迎您来打卡哦。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啊，那就是我们的范老师呢，有请我们的范老师。哎，范老师您好，那先请和我们的广大网友打声招呼吧。网友好，网友好。那我们范老师啊，昨天因为今天天气也是下雨了，您也看见昨天和您一起逛园林的时候，我是对于我们的扬州园有了一个初步的小小的了解，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网友们还是不太知道的，那我也想请您带着我和我们的网友们一起去云赏我们的扬州园怎么样呢？好，哎，那知道古人称我们的杭州呢以亭湖为盛，苏州呢以市肆为盛，那我们的扬州就是以园亭为盛了。那我们的扬州园是在整体的规划设计上面是什么样的思路呢？我想说一下这个扬州园啊，这个世园会的扬州园是我们这个全国勘探设计大师，北京林业大学何方教授设计的。他的设计主题主要是以月桥广陵为设计主题。他主要就是。我主要今天来解读一下我们这个何方大师的这个作品吧。他主要他抓住了我们扬州园林。扬州园林它是一个有相当长的传承历史。
一个长历史，同时呢也抓住我们扬州城的一个特点，它地处于长江和运河之间，一直是另外呢它就运河滋养了我们扬州城。对对对对，另外呢这个我们扬州历史上被一直被称为月亮城，月亮城，所谓有一句古诗嘛，是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五赖是扬州，所以它抓住了这个特点，能够把同时呢，我们扬州在历史上呢是数度繁华，从公元前这个吴王刘濞开始，他开炉铸钱，引水这个煮盐，造就了这汉代的这个扬州的一次繁华，然后到了唐代，因为随着隋朝的那个大运河的开通，扬州成了一个漕运的中心，也经济文化也就更。然后呢，我们到了清代的时候，扬州又再度繁华，所以，它抓住了我们吸取了扬州历史上这一个唐代的这个一个繁华的这么一个节点，因为扬州在唐代的时候被称为扬业一二嘛，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整个这个建筑风格它是以唐代的园林风格为主啊，它主要这个园林总体规划是一个主轴线、一个次轴线，还有一个侧轴线。主轴线它是以东西由西向东的一个这个假山和唐真厅作为一个东西向的主轴线，然后是它广陵堂、安神阁和广陵堂作为南北次轴线，然后汇聚于这个两个轴线汇聚于水池的中央的一个石灯笼，向东南方向有一个月牙形的石桥形成次轴线，所以它是以这个为那个，主要这个园子分为四个景区，一个是江月景区，然后是月桥景区，然后是十月景区，然后再是一个三月景区，四个部分组成。那我刚刚听您说，我们也是以唐代的建筑风格为主啊。那我们中国，我们知道有四大园林：留园、避暑山庄、拙政园，还有颐和园啊。那这些四大园林又是以哪个年代的建筑为主呢？他们的鼎盛时期是？我知道苏州的拙政园、留园，它是它以明代的园林。这个北京的两个园子都是清代的园林，它是主要以明清时代的园林为主啊。对，那听了您的介绍，那真的是我们中国古代园林的建筑是各有千秋啊。哎，对，那昨天跟您在园子里逛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特别的建筑，就是那种尖尖的，应该是叫做斗拱吧。对对对，就是我有些好奇啊，它在园林艺术当中起着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吗？这个斗拱它是怎么说呢，从秦砖汉瓦那个时候开始就有斗拱，从到了唐代，这个它具有唐代的这个建筑特点。它这个怎么说，随着斗拱的发展，它的这个用材不断的在变化，唐代的它显得比较肥硕一点，到了清代，这个斗拱发展到清代的时候，它不仅仅是这个承重结构，更主要的具有装饰性的，而且它的这个用材越来越小，到了清代已经越来越小了，而且到了清代它使用斗拱具有严格的这种等级制度，等级，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主人用什么样的斗拱，尺度，对。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也是对斗拱有了解，他们是从每个时代慢慢的变迁发展了。哎，您看啊，我们现在外面也是有小桥流水，那小桥流水真的是人们对于生活中的一种向往啊，就是想到小桥流水就想到我们这种归隐于世。那我们的小桥流水，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些小桥呢，对于我们都是起着交通连接的作用。那在这种园林艺术当中，这些小桥又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也小桥本身就是在园林中，因为我们园林包括四个因素，就是做园林，就是说它包含竹山、泥水、
建筑和绿化四个部分。当然现在也有说法，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厅堂馆舍上加这个匾额和地联的话，它就是加上文学的一个标志在里面，是有人说法是五大组成部分，但是在我们传统来说，建筑和园林啊，这一般都四大元素。因此在我们这个在做园林的过程中，有了泥水必定要有桥梁，桥梁是我们沟通，刚才您说的是一个交通，同时本身桥梁本身它具有一些美感，在特殊的情况下它就赋予它更要的这个意义。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园子当中，这个桥就是做成了月亮形，就是我们扬州园的这个桥啊，做成了月亮形。因为扬州被称为月亮城嘛，所以它做了一个月亮形。它的本身庙，它具有异光性，就是在夜晚可以看到一个像比喻一样的月亮在这个卧在这个水面上啊。那这个月亮也是我们的二十四桥明月夜。那我们扬州的二十四桥武亭桥也是非常有名的，您能跟我们说说看吗？武亭桥大概这个图片大家网友们大概都比较熟悉了。这个它被称为是被这个称为地桥吧，它的造型，它的这个样式，被称为全国第一桥一种说法吧，园林第一桥啊，也是非常有名的。那也希望广大网友来我们扬州打打卡呀。那您刚说了我们的桥，那我还看到这种依山傍水啊，那我们的桥水都是我们园林艺术的缩影，那其中还包含其他的元素吗？比如我们这个依山呢是如何展现的？我们这个山就园林四大部分其中竹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竹山从我们传统园林上来讲，这个竹山是有四个形式做成。一个是纯粹的土山，另外一种呢是一种叫土包石的一种类型，它的做法，另外一种呢就是石包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就是纯粹是用假山石来堆叠的一种假山。从传统的这种做这个假山的材料上来讲呢，像我们扬州的构园啊，它主要是以湖石、黄石、宣石和这个白果石来做成的。当然现在竹园内的材料现在更加丰富，比如我们现在窗外看到的这个园子，它就用了千层石来做的啊，有的呢还有用了黄蜡石等等。现在的做假山的材料要比以前要丰富得多。那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将我们的园林艺术浓缩到了，将中国的山水也是浓缩到了我们中国园林艺术当中，也是集合了很多的名胜古迹哦。那就是刚刚置身，昨天跟您一起游览的时候置身其中，我真的是感觉到我们身处于扬州园中，真的给我一种诗情画意的美好体验。那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园林艺术在设计的过程当中都有一种特殊的内涵，或者想要表达什么文化的吗？确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古人啊崇尚一种隐业思想，特别是我们东晋的那个陶渊明，他不是有一句诗吗，叫这个采撷东篱下，幽兰见南山。所以他这个中国古人啊，他崇尚就是归隐山林，回归田园的这种生活。那他主要是呢想表达的是一次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这种一种隐业思想，而寄情于山水。所以它往往表达它主人的一个意象，一种情趣，一种向往吧，这种那个。比如说我们扬州的河源它实际上名叫绩效山庄，它取的就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的当中的一个叫这个依南昌而寄傲，登东山而书啸，这么一个诗意，逃避这种啊，或者说离开这个河岸的官场，不跟这个同流合污吧，来寄情于山水。比如说我们的构园，它的原主人叫黄世军，他是梁怀严总，虽然是一个商人，他是一个商人，但是呢，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但是他实际上他想表达的就是，我虽然是商人，但是我的心还是像有一种向往，像
它属于它性爱竹，竹子就是它有这个竹，也是花中四君子之一，也是岁寒三友，它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所以他是想希望就是说它有一些像竹子一样的精神。所以这个苏东坡说过，就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所以他也想就像一个君子一样的来坦荡荡的来一种向往吧，精神向往。也是谢谢我们的范老师，真的是让我对于我们的园林艺术当中的这些深层的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可能此前我真的不太了解这些，今天我对于这些园林艺术当中包含的内涵啊，让我再去其中游览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多一个深层的考虑了。那好，谢谢我们的范老师。好，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中呢，还请到了另外一个嘉宾啊，是我们的沈老师。哎，沈老师您好。你好，你好。那还先请您和我们的广大网友们打声招呼。央视新闻客户端的各位网友，大家好。那沈老师您好。哎，昨天我刚刚了解了很多关于园林艺术啊，那我也是知道，本书应该是叫做《原野》啊。那是的，那这个《原野》这本书和我们的《原野园》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什么样的典故吗？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学园林做园林的人肯定都知道有《原野》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是由这个纪诚先生在大约400年前在仪征当地，在他晚年的时候的。那么这本书呢，是他集合了他多年的一个造园的经验和实践，然后总结而成的，是对我们应该说在中国的造园史上的最完整也是最全面的一本名著。那么这本书呢，也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在那个世界各国呢也都广有流传，特别甚至被当做了教科书在使用。那么我们的这个原野园呢，和原野这本书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样的联系的。是这样的，因为原野这本书是在仪征成书的，然后呢当时我们做这个园子的时候呢，也请到了就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孟兆桢先生来做这个园子的主设计师。那么孟先生他对原野是有非常多的研究的，他在就是对原野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和就是探索之后呢，写了一本书叫《原野》，希望再通过原野园的设计，把他对原野的理解融合到这个造园的实践中间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当代做一个生动的园林典范，来生动的诠释《原野》这本书。刚刚听了您的介绍，我真的是此前都不知道我们《原野》这本书走向了世界。那听说您也是有一些海外经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这样子的，《原野》这本书走向了世界，也把我们的中国园林的传统文化带向了世界。那么我呢是来自苏州园林设计院，很有幸，这个苏州园林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个艺术瑰宝。然后我们呢也很有幸的在海外承接了很多的这个中国园林或者说苏式园林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和施工的工作。据我知道呢，不完全的统计，在从1980年开始，我们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第一个海外庭园明轩落成到今天40周年来，大概有将近50多个园子在世界5大洲的20多个国家落户。就是英国、法国、日本、什么新加坡、美国等等国家呢，都有我们这个中国园林的踪迹。然后我也很有幸，就是参与了2个海外园林的建设，一个呢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是处在瑞士 WTO 总部的这个花园里面的一个小庭院。这个庭院，这个 WTO 总部整个的庭，还有一个园林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去年年底落成的，在洛杉矶一个亨廷顿植物园中间的一个园林。这个园林是现在目前建成的在海外的最大的一个中国园林。那么我们从这个项目的承接到最后的施工建成，前后历时也将近20年的时间。可以说就是这些走向海外的园林呢，
把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真的是就是引向了世界。这个园林绝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园林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园林，世界的文化，对，是一个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输出，对，走向世界。我因为是就是在做的过程中间呢，一直在现场进行就是设计的现场负责，那么我能够非常亲身的感受到，就是国外的人，包括当地的一些华人等等，他对于我们这种中国园林文化的热爱，就是园子里面经常都是游人络绎不绝的，对的。然后，园子里也会经常的举办很多的这个中国文化的活动，包括书画展览，包括篆刻展览，甚至于插花，甚至于中国的太极，对，太极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会在园子里有一些活动。那么，我觉得当我们的这个原野这个书走向了世界，我们的中国园林也走向了世界，那么在中国和世界之间，通过我们这个园林文化架起了一座这个沟通的桥梁。是的，我所以在国外，我觉得作为一个园林人可以在海外造园，我也很自豪，很高兴。听了您的介绍，我也感到很自豪。那可能我们的现场也有些声音，毕竟我们的世园会还在加紧工期的建设当中啊。听了您的介绍，我真的是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们的文化真的是慢一步一步的走向世界。哎，那在我们中国，它是如何从古代到如今如何传承、发展、创新的呢？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原野》这本书，那么在这个《原野》书中间呢，继承先生他是提出了一个叫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当代作为造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所以我们在造园中间，首先我觉得是一个继承，是一个要把祖先留给我们的这种文化瑰宝，要首先的要根植于心，要内化于心，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学习吸收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做传承、做发扬。对，就是今天很可惜啊，我们没有办法到这个园野园去现场去看一下。就是在造园中间，其实我们会有就是叫有法无事，我们会有很多就是造园的一些法则。那么孟昭珍院士他在做这个园野园的设计中间呢，他也沿用了通过园岩的研究形成的叫园岩六式。那么比如说这个要先向地，要有明旨立意，然后要有布局理威等等。那么在这个整个空间的布局上面，就是我们会遵循这个书中的一些原则，比如说起承转合这样的一些空间的布局手法。那么像这个园中的这个园野园的停云台，就是等于说是起承转合中间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合，它是整个全园的一个制高点。那么我们在造园的时候呢，其实也遵循了这个因高筑山，就低的地方那么要挖水，然后呢入户的地方当门要立亭，起承转合之后，我们在这个高台之上立了一个这个不二阁，成为一个全园赏景的一个最高点。那么也是说我们全园的景观在这一个高位置达到了一个高潮，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合。哎，是的。那么这个就可以看到说，就是我们在当代造园，我们还是遵循了就是造园中间的一些手法，但是并不仅仅说我们现在就是只是继承。我觉得作为我们现代的这个园林师也好，园林人也好，其实把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艺术瑰宝要怎么样的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那么同时在传承的时候也要有所创新，要让它能够更好的适应当代。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园林人需要思考的，是要一个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在做的。那么当然了，就是继承是首先的，当你有了足够的沉淀，有了足够的积淀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做到创新。那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吧，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园野园中间有一个在水边的船舫，然后这个呢应该是在传统园林中间也是比较常见的，像在颐和园中间有石舫，在这个拙政园里面也有这样的香洲。对，
那么我们这个船舫从外形上看它还是一个船舫，但是在做的过程中间我们已经把一些新的技术科技含量已经融入了进去。在这个船的这个前舱的部分，它借鉴了一个这个江南的乌篷船的一个理念。那么乌篷，对对，小船的乌篷船，那么乌篷就是说其实它应该是说在天晴的时候是可以开启的。那么在传统的石舫中间这肯定不会存在开启的人，但是我们在这一次的中间就设计了一个可以开合的天窗，就是把这个篷可以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可以打这个美景。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呢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创新点了，但是我就说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园林设计中间，其实我们都在努力的从材料也好，从这个手法也好，或者说从植物的选择等等不同的方面，都希望能够做到一些创新，让它更能够符合这个新时代吧。那我也相信我们的在进程过程当中传承与创新啊，会给我们的游客更好的体验。那其实我相信更多的网友和我一样是个上班族，其实没有很多时间呢去逛一下这个园林去感受其中的，但是我们平常呢都会在我们的桌上或者电脑旁放一个小小的盆栽啊，像我平常也比较喜欢养花，家里很多的盆景盆栽啊，那我就想哎，我这些属于我们园林艺术的一角吗？我觉得是当然属于。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都是园林，可能您说的这个呢更偏向于园艺，我们今天所在的就是等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一个倒计时100天的活动嘛。那么在我看来啊，园林和园艺虽然它的名称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认为它有很多的内涵是相通的。是的，也就是说可能对于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园林这种封闭的一些空间呢是不能够适合当代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需求了，所以我们越来越多的希望能够让人们走出家门的时候在街头就是说屋畔都能感受到这个园艺的所在，然后大到就是说一个可能大片的果园，一片大片的树林，这是园艺。那么小到一个庭院，一间居室可能也可以作为一个园艺。那您刚才讲到的这一个小小的盆栽，一个小小的这个流水的东西，或者说像我们女孩子可能都很喜欢养多肉植物，这些我觉得就是体现出什么，体现出了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体现了我们对美的一种追求。我觉得这个是相通的，就是园艺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呢是在我们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应该说园艺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毕竟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快节奏的嘛，想要追求一些慢节奏的生活只能来到园林，那平常生活中我们只能买一些小的盆栽啊，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生活中的美。那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像我们这种特别忙碌的人去感受这种文化呢？是这样的，一方面啊，我觉得现在生活对于人的这个身心健康其实是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就是说在条件不是很允许的情况下呢，就是用这种小型的室内的小盆栽来调节自己的这个心情状态，对不对？毕竟抬眼可以看到一抹绿色，或者看到一个很鲜艳的花朵，就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好起来。那么现在我们也在就是说园林工作者我觉得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在做口袋公园、街头绿地。这个呢其实就是让大家不是说你必须要走很远的路，或者说一定要到某一个地方我才能够欣赏自然的美。对，就是所谓的街畔绿地，这种口袋公园都是能够让我们很近距离很方便的就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能够融入到这个外边的自然里面去。那我还是建议这个广大的网友抽那么一点点时间，把自己手中的这个事情呢暂时的放一放，尽量的融入到大自然中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因为在我们这个《原野》这本书中提到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就是说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是最美的。对，所以还是希望放空时间，对对对，放下您的手机，把您的这个看手机可能玩游戏的时间留出那么一些去感受大自然的美。我相信这个应该会给自己的身心都带来更多的愉悦。那真的是我们的园林是正在诠释着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啊。那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啊。那谢谢您。那我们今天呢
我是听了这么多位嘉宾的介绍啊，我真的是对中国的园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那我们中国的园艺不仅仅有传承发展，更有创新，也不仅仅是在我们规模上的创新啊，那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街角呢，随处可见都是园艺。那今天也是我们倒计时100天的活动，我在这里呢也向您发出邀请，明年的4月2021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欢迎您的到来。故人西辞黄河扬州，明年我们再会。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游览。那也是，对，谢谢。